就算是告白吗？废话。和你手牵手的瞬间，每一次的画面回不到那一天，呼吸贴近的温度，我一幕幕的回顾，你的画面已停住，阳光洒下一束，落在记忆深处，熟悉的目光已不再为我等候，难道解脱才是最后的温柔？习惯了彼此在陌生的轨迹，习惯了做我女朋友吧。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她是我女朋友。还来不及，来不及亲口说我爱你。你说过，你将有一个属于我们两个的家，我会尽我所能给你最好。无法改变的距离，我还是无法抹去初次相遇。看到你害怕，就把你藏入我的怀里，想停留在我们彼此的温度里，在这平行的世界里，你依旧是我的幸运。我有个礼物要给你，这个手链你从大学带到了现在，也救了。这个手链虽然旧了，但这是你亲手做给我的，对我意义不一样。况且我天天画图，这个手链太重了，不方便。阳光洒下一束，落在记忆深处。嫁给我吧！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工作，喜欢就是伤。难道解脱才是最好的温柔？如果你觉得累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放弃啊，有我在。放弃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能成为设计师？不是，你觉得以前更好，可能是因为那会儿我们都一无所有吧。我可以帮你。记忆鲜活，爱就永远无法泯灭。无法改变的距离，我还是无法抹去初次相遇的心机。看到你害怕，就把你藏入我的怀里。爱意还在，记忆就是鲜活的。我们说过结婚要用这个，你是不是也忘了他的用？无限循环的爱情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要牢牢的套在一起。这个送给你。你用我的东西穿的，这也就送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